每乡最近来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今天是八月一号，那讲吼，好兄弟啊，暑假了吼，八月一号开始哦，啊，今嘛到这个中秋节特别搞啊，迄种吼气氛啦吼。那怎么过，就是要看你的心哦，去安排啦吼。安怎做，安怎做，心嘛是爱家己去安排。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你自己最清楚啦吼。你这样来做，大家。哦，唔只是讲吼，周末愉快啦吼，假期吼，那要去佚佗啦，要山顶爬山，还是讲要创啥？开车小心。过来就是吼，啊，这个天气呢啊热，很容易中暑啦吼。啊，老大人要出门，水嘛爱早到。过来就是吼，保持着开车平安啦吼，那身体健康，四界行行咧，老老咧嘛是未歹啦吼。今日为咱安排这块刀。希望讲道呢吼，和咱的道亲呢吼，听会出到吼他的能量，然后因为道是有能量的，啊听嘛爱听出到伊内底内容，然后来安排这块道道道。一个道道，然后是真好听的这个吼道曲啊，咱来安排吼，听一个感觉舒服啊吼。今天是八月初一啦吼，啊，咱那一种放松啊，有人讲哦啊，已经吼伫这个七月到这个月底，啊，现在就会有一种放松的那一种心情。有人讲哦，这鬼月死了蛮多人，然后啊，就车祸啦、意外啦，吼，啊，那一堆，啊，会让我们
会有这种想法啊，好像是鬼月，为什么会特别的吼阴森森呢？吼啊，就特别的啊，人呢往生的就特别的多了吼。啊，这是要讲起来讲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修缘，甲伊的命运啦吼。那自己的徒弟也是因为这样，吼，咱讲人生圆满的，嗯，他要去道祖那边、母娘那边享受了吼，啊，去遐享受。然后人间呢已经圆满了，啊，就该走就走啊吼。啊，所以讲人生呢吼，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啊，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好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啊吼。那离开了，也心里面要有一个准备啊吼。像那讲，因为吼人来世间是无了时的，嘛是无长久的吼。不管你是意外啦，是破病啦吼，或者是讲啊公安啦吼，啊一挂吼，咱讲啊。开车啦吼，啊，雄雄呢吼，安尼拄到这个大车关，啊，将来一去不复返啦吼。这嘛是咧讲着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伤害跟伤感，哦，不管是技术的吼，啊，做警察嘛同款啦吼，啊，拄到问题吼，啊，伊嘛这个生命嘛就是安尼终结啦吼，终结了，哦，一路。好走然后，因为人生呢吼苦短，真的人生苦短然后，这个人生苦短，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吼把这个人生路走得更好然后，这人生路要安怎个行，搁行较会好，吼，这有时阵然后，人呢爱看会开啊，参会透然后，你若看会开参会透吼，安尼你就会感觉人生好过。那看不开参不透，你就感觉人生歹过。谁来讲人生的歹过？哦，人呢吼，拢希望平安，但是平安又搁用钱买袂到嘞吼。啊，咱今麦来讲吼，故事哇，是咱陈师兄嘞吼。哎，今天来的这一篇，我觉得有道理嘞吼。你讲，我大家分享一下吼。读来给大家开开啊，心地启开了身哦，咱讲身心灵启开心智，哦，会让我们深深的省思一下哈，哦。啊，一个未肥的老大人吼，哦，啊，打到这个吼，哦，啊，笨打啊，两边拢打肥啊，突然间呢，啊，一个肥啊，熊熊吼，去落个土卡里，砰一下。啊！这肥啊，那个土卡就绝对破的吼，哦。啊，这个，老大人呢吼，伊，哦，连回头嘛，不爱回头。免要甲外国看嘛，无外国看，继续行。那后边的人吼，就感觉奇怪，一直甲叫叫来甲头前讲阿伯阿伯啊！啊，你这肥啊破去啊！你太拢无休困去甲看卖啊咧安尼，伊讲我着看，唔免看，破都破都听声音响者就是破呀。那破我回头看，他也不会说因为会完好如初啊，伊也袂因为安尼，我去甲看，这个肥啊就捡会转来。啊，都已经破去就好啊，破去就算了。这就是讲失去的物件吼，学会接受，学会放下。毕竟足侪代志吼，唔是因为你的悲伤，伊就会倒转来；，嘛唔是因为你的吼伤心，伊会改变。那我们就不要了，哦，不要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啊，所以讲吼，这未肥啊，外老大人嘛就有智慧的啊，吼，失去的物件都失去啊，何必呢？吼。啊，所以咱在讲吼，啊，一只吼，这个鹰哥嘞吼，啊，甲拄到迄，那个吼，咱讲从关伫个这个吼，南阿地鹰哥去拄到外口的乌鸦，野外的乌鸦足自由的，啊，这鹰哥呢真心神啊，这个乌鸦自由，啊，这乌鸦是足心神吼，这个鹰哥有人甲饲啊吼，啊，虽然从关伫个南阿地，啊，就防饲，哦，人爱地爱水。吼，哦，爱撩人拢甲宽便便，这乌鸦的吼，甲这个鹰哥讲啊，咱也是要换，吼，哦，换你去外口，换我，吼，哦，换我来过一个安逸的日子，一个安尼。这个乌鸦呢，虽然得到安逸，但难得主人的欢喜。最后呢，吼，哦，这个主人看这乌鸦乌妈妈，吼，哦，啊，较早一只学会讲话鹰哥吼，走出去啊。啊，走一只乌鸦入来，伊也无啥要甲放水，也无啥要甲饲了，然后啊，所以讲最后呢，这个乌鸦怎安怎？哎，得不到自由，也得不到安逸，又不能独立生存，好，哦，饥饿，好，哦，这个
人讲不受宠爱的宠物啦吼，无人要甲饲，啊，所以讲硬要怎啊要死，所以讲人哦不要盲目，啊，这鸟哦嘛就盲目诶，吼，你都应该伫外口自由，有糖好食，你都安尼自由自在的话，为啥要甲人要甲阉割换，啊，然后再来吼痛苦悲哀，硬嘛硬死，啊，饿嘛饿死，然后，所以讲不要盲目陷任他羡慕。别人的幸福，也许他并不适合你啦吼。你欣赏别人的幸福，但是迄个环境都不适合你啊。所以讲吼，人不然你是中年还是老人，都不要去攀比，吼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吼啊，享用家己的生活，吼，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有人说要烧开水。生活到一半发现财不够，他怎么办？哦，啊，这就是在讲水呢，无滚未当泡茶，水无滚，那么讲无滚呢，阿未杀菌，未使食。好，这就是讲哦，世事中未当讲哦，万般如意，有舍才有得。然后，人讲水要行，你茶都要扣我搞。较早的人是无家事的，哦，啊，你要行一桶水，要甲行滚。你的茶那个扣无够，准备无够，吼、哦！啊，茶弄嘞，我花呀，无通个弄嘞呢？迄桶水嘛，掀袂滚，啊，掀袂滚嘞吼！啊，无滚的水，有个人嘛唔敢食，较早人无拢用井水，有个人用沟仔水啊，吼、哦！所以讲吼、哦，你若去这个吼、哦、啊，印尼哟、哦、吼，你看到吼、哦，这印尼怎么都在河中在洗澡，吼、哦！啊！大家拢跳跳落去河中遐，啊，洗头毛嘛，洗头毛，啊，伫遐咧露喙齿嘛，咧露喙齿，嘛是用迄个河沟的水，起咧露喙齿，吼、哦，啊，伫遐咧洗头毛，伫遐咧洗身躯，跳伫河沟，啊，看起来迄个沟嘛，唔是真清气啊，从上游一直流到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伫遐露身躯、洗身躯，搁伫遐洗头毛，搁伫遐用迄个水来咧洗嘴，你说呢？环境嘛，就是环境啊。印尼我有去过，我看过，这就是环境。这环境咱无法度讲，像芝麻讲，咱要啉要啉个养，吼、哦、养生的水，吼、哦、啊，要搁啉什么水，什么水啊，咱个也要去用力渗透，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芝麻呢，吼、哦、时代有咧进步，应该啦吼。芝、哦、麻科技嘛开始有咧进步啦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进步甲伤过进步，反些人伊安尼吼。人伊安尼伫个大沟，吼，啊是讲伫个河边呀。人伊安尼这种生活，不一定人个身体较无好，人反正因抗体较好啊。吼，啊咱人吼，那水吼用个伤过了清气，离个伤过了清气吼，哎，那个抗体也不是很好啊。吼，啊所以有时吼，咱讲人哦会郁卒啦吼，就是因为咱无够巧，吼，像我一只猪啦吼，哎只鸟叫落个窟啊底落，哎，迄个鸟就。哦，咱讲这是一个哦趣味的啦吼。然后就甲猪讲啊，你蛋死我落来，搞救起你安尼。啊，伊只猪真正死我甲蛋落，甲蛋落我。啊，伊只然后讲啊，你规个死我拢蛋落来。啊，你无爱加一另外一头，加另外一头，我唔只有法度互你救起你。啊，这个猪想安尼嘛有理咧吼。啊，我无加一头，连死我拢总甲蛋蛋落，迄猪怎啊在做位跳落？啊！跳落鸟海里，鸟海里窟内底，即马佮跳落，换一只猪嘛叫袂起来，迄只鸟嘛叫袂起来。为虾米？因为本来是鸟爱有猪叫，啊，结果吼，即只猪原来算想过头忠厚老实。啊，蛮讲吼，猪真的是很傻，没有头脑。伊叫讲你用手啊吼弹落，啊加一边，结果伊手啊总佮弹落。啊，伊为着要救伊嘛跳落，跳落讲我佮提手啊起来，啊，结果跳下落则爬袂起来。这就是在讲吼，哎，猫哭了，哦，说什么？哎呦，有人不是很聪明，但是吼、哦，你对这种朋友吼、哦，你也很值得。为什么？一旦你要讲，我哭得好幸福，你下来陪我了，我你来哭了得陪我啊！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在讲吼，人吼、哦，真正这种的吼感悟了吼、哦，这回想呢，老回想，甲这个小回想讲吼。你前进一步是死，后退一步则亡，你该怎么办？小和尚说很简单，我往旁边走。这就是在说天无绝人之路，人生路上遭遇，
进退两难的时候，换个角度思考一下，也许会明白路的旁边还是有路啦，路的旁边也是同样也有路啦，所以有时候人呢遇到什么样的事也不能想太多啦，如果你真的想太多，那你的心境一定不会很好。啊，这善良人吼问个佛祖讲吼，啊，为什么我会这尼啊善？啊，这佛祖就甲讲啊，你无学会晓给予别人，你没学会给予别人。穷人说：“我一无所有啊，我如何给予？啊，我都已经一无所有啊，我是要个用啥给人呢？”这佛就讲啊，讲人一无所有，嘛会当好别人。七种物件，啊，我都一无所有啊！我他个会当给人什么款物件呢？伊讲会啊，颜色啊，吼、哦，什么叫做颜色？伊讲啊，都微笑、处事，啊，叫颜色。啊，咱人的面啊，吼，所以人会讲哦，他这个男人颜值，还是女人的颜值很棒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颜面，吼、哦，伊讲你用微笑、处事，这就是一种思想。哦，啊，用这个好的言语给人娱乐安慰，这嘛一种言语的布施。哦，啊，心的施舍就是敞开心扉对别人和蔼。哦，目睭的施舍就是善意的眼光。哦，和别人用善意的眼光给予别人。哦，啊，身躯呢以行动来帮助别人。哦，啊，那坐呢啊，我们可以让位啊，看到老人家。看到比我们、哦、比较老的是大大不倒的人，你嘛会使施粥啊、让粥啊、让粥给人坐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佫会当什么？还佫七种布施，还佫一种呢？伊讲啊，嘛会当吼有容人之心呐、啊。有时阵呢，吼、哦，那拄到一个伫外口咧压雨落雨的，啊，就伫你的凉亭啊卡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咧避雨，你嘛会上讲我厝吼、哦、看，你入来内底避雨，唔免落伫凉亭啊卡咧避无咯，这嘛叫做帮施，吼、哦，这也是说你有七种布施，啊，你讲你无半行，这七行你拢做会到，哦，你就会有福报，啊，这简单哦，对，这简单，好、哦，不要有太多没有意义的计较，多给予别人呐、啊。好、哦，你可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好、哦、快乐，啊，也会获得意想不到的，不只是财富啦。有的人讲财富，咱有时啊，咱都人讲爱本钱，无本钱要做生意，你都无在趁钱。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呢，咱会当用快乐去换啥，去换你心中的财富，这样也可以啊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讲吼、哦，有个人吼、哦、都惊啦吼，惊都未着顶啦吼。啊，都有人问讲啊，你太即马即四五鬼，你太拢无正我讲。伊讲哦，这那布置话，你佫惊唔落雨哩吼？啊，无你太无爱布置话，你来无爱甲种这个棉花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农夫就讲啊，啊棉花吼，啊我足惊虫个家咧，我无钱去买农药，啊迄阵啊嘛无农药吼。所以你要种啥？你讲我即块啥物拢无种呢？哦，为着吼，无爱有遐虫来甲我生长，啊，我也惊吼无落雨，啊，所以讲我啥物拢无种。安尼，这个人多好，亏空了整年的时间，庄稼都没有种，但是呢，他顾虑的太多，就导致了束手无策。吼、哦，就是讲吼，白脚白手啊，一事无成呢。行正这了这，行正这吼，无他修行，吼、哦，安尼你甲想咧，吼、哦，这个人安尼，这世人都想伤济啊，吼、哦，老了不如放开自己，大胆，吼、哦，也要去做一些吼、哦，你想快乐的事，尝试一下快乐的事，吼、哦，你若不尝试一下快乐的事，那人生呢，那真的过得很苦啦，好、哦，也很闷，为什么很苦又很闷？啊，人哦。啊，伫咱这个世间的人生吼、哦，实在讲的吼、哦，啊，要甲想伤济，对咱来讲嘛无好处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如果讲下当的范围啦，放下心，吼、哦，啊，多一点安慰。什么叫安慰？自在就是安慰的吼、哦。啊，咱若如果讲吼、哦，会晓做一挂好的工课，和咱家己啦吼、哦，也是一种吼、哦、享受啦吼。啥、哦、叫做享受？本来的事啊，
好，咱即马吼来安排一段吼真好听的祝如，哎、欸，好久好久没听了吼，啊，这段祝如很好听，啊，咱即马邀请咱的道亲好朋友呢吼，做伙来欣赏这段祝如啦吼。慈恩毕生功德电话5916-0405，今日拜六，明仔礼拜。啊，今日个嘛是有吼，人讲有要请书问书啦吼，啊，开课有这些，吼，啊，明仔嘛同款有啦吼，啊，所以讲咱也是啊，要倒来慈恩毕生功来欢迎咱的道亲啦吼。来，咱即马听这个祝如。今物呢，所收听一段真好听的祝如啊，吼，因为祝如听起来吼很舒服啊，吼，真舒服，好听吼。啊，人呢，我们要来去启动内在，咱定讲启动内在智能，吼，这嘛是真重要，然后先来讲真重要，因为人呢，拢是吼智慧的动物，咱定讲人讲
同个巧吼，啊人巧嘛，都巧拄啊好得好。是安尼讲巧，爱巧拄啊好。人讲灵明佛性吼，就是咧讲到言简意温吼，是安尼讲言简呐吼。咱人吼啊，简单讲话就好，莫讲啊啰啰长。有时阵咧要表达伊个意思吼，啊就爱先听足久诶，吼头前面的旁白要听好久，然后才听得到他。后面要讲的真正的几句话，安尼，所以安尼感觉讲吼，加了足侪人的时间啦吼。所以咱讲妙理入心，吼，该亲密，吼，应客，定讲人咯，应我们的契机啦吼，来，咱看做啥物款的代志，吼，咱启动咱内在大智慧，日用。日用就是讲日常生活当中，然后你能够动用你的吼智慧，就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应付一切事物了吼。所以人生呢，啊，伫这个世间吼，要有所作为，然后生命的功能要安怎当发挥。所以有的人会讲吼，哎呦，我都足认真修呢，我哪会拢修无？唔是修无啦吼。因为吼，咱无担任到迄个角色，你就感觉讲，好像我有很认真用功的在吼诵经，我也很用功的在做功课啊，我怎么觉得我还是吼没有办法像人家说怎样怎样？吼，我咧讲吼，这个会当怎样又怎样的，这就是吼需要吼替众生解疑难。但是伊个智慧嘛爱有开启，伊个智慧若无开启，伊甲你讲个无一定是对啦。吼，伊甲你讲遐吼，安尼十三天地外，但是你要听，佮听甲雾沙沙；要做，佮无方向。若甲你讲甲雾沙沙，佮无方向，就最近啦吼，拢有一挂吼，咱讲有开过工的，吼啊，现在工呢就等于没有在运作啦吼。啊，伊就去问我讲吼。哎，梅香老师，我听你的节目吼，你的讲话很帅。我说什么叫做帅？有顺的啦，啊，你的讲话真顺，真顺的，就很直接啦，很了当。我讲啊，我讲话开得是人，伊讲，但是吼，你讲这是对的呀，因为咱以前吼行的路拢是去用恐吓，吼去用恐吓讲无做的安怎啦，你无修的安怎？哦，伊讲啊，我就是用安尼，无做会安怎，无收会会安怎，无开讲会安怎？因为听这三项，这三项无做拢会安怎，所以咱会惊。啊，咱会惊，咱就去甲雕啊。哦，我今麦来得拜十一尊的呢。我讲啊，拜十一尊，啊，十一尊有安怎发挥无？讲就是无。哦，雕十一尊神的呢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冇感觉讲吼、哦，我一日干拢干呐。一直咧埋怨遐神，拢无啥物显化灵感，但系拢无信道。啊，我即马吼要走，你个派社工甲迄个门关起，啊，咱外口阁甲挂一个姜饼，啊，迄、那个姜饼挂起哩，唔过规工都食，啊，就是干呐电话网后，啊嘛无啥物香客，啊嘛无人讲要来创啥。我讲啊师姐，啊你学要创啥？哎、啦，手巾我会晓，好、哦，我讲啊手巾会晓。啊，落家我是无啥自信啦吼，啊，因为我唔敢像人安尼讲啦。伊讲吼，迄较早阮在行吼，行十外年啊吼，迄气吼，大家拢是安尼讲，吼、哦，你这就是带天命啦吼、哦，你这无安怎袂使，无安怎袂使。我较早咧行迄间宫吼，派出去吼，干那叫人开宫啊，反正开一二十间有啊，超过啊。我讲嗨。他一二十间拢一排的，啊，今嘛呢有香火足旺盛的无？伊讲啊，这咱卖讲啦，吼，梅香老师，我是问你啦，我十一尊我会使吼，甲留当三尊来做加薪拜，啊，迄拜变甲拆拆落来，迄、那个姜变甲拆拆落来，敢会使啦？我讲会使，袂使看你，搁一项就啥？搁一项就讲你的自信心已经无够啊，吼、哦，动摇了，哦，你觉得说？啊，我只敢伫遮五六栋啊，拢伫甲神烧香尔。哦，啊，有来隔壁厝边老囡仔惊着，一半摆摕来收惊。安尼尔，其他拢无啥物工课要做。啊，我都互白到遮，安尼嘛唔是办法啦。哦，啊，我现在能怎样？我说要怎样？你等于甲你的主神哦，
看到一尊是你的主神，伊讲伊的主神是观世音菩萨。讲啊，你著甲菩萨讲啊，吼、哦、菩萨啊，啊到底咱是要阁继续啊，后要阁继续，吼、哦，我若是真正有带天命之术，吼、哦，啊你著教我，吼、哦，啊若无法度教我，我要安怎？吼、哦，我有啥物款的机会或变通，吼、哦，好互咱即间，吼、哦，将来吼会阁较有这个吼、哦、功能，有较有信度安尼。我讲吼，啊你无去学着恁。恁派你开工迄个老师的功夫哦，伊讲无啊，伊吼，我甲看看听听，因为我伫遐服务足久诶，伊就是拢干那讲无收袂使，无收会用会用安怎，啊恁厝会安怎，拢是讲无收会安怎，但是我嘛无感觉伊讲啥，吼、哦，啊我嘛唔知要学伊啥，啊你叫我安尼甲讲，我唔敢呢。哦、我今日讲阿伯吼，唔知地个往路乌噜噜吼，啊串关拢关济无，因为吼咱拢讲指路无明啦。哦，啊你若讲指路无明，像安尼啦，哦啊十外尊甲吊吊咧，安尼你甲想，安尼以后要安怎过日？就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神看人，人看神。哦，啊但是呢，咱也无学，啊这根根呢，真正发展袂起来，是要安怎发展？我甲伊讲啊吼，我讲我的经验是高不离三种的啦吼，所以讲我是高不离三种的，无袂使啦吼。啊那无吼，我伫这个所在吼，已经有开讲到即卖三十年嘛吼，对我每双的嘴讲出来吼，我那可比讲，我会叫你去开讲创啥，我不会讲这种话。真正若要叫你开讲，是你家己本身，你的主神会来找你，叫你开讲，讲伊领指令领好啊，吼、哦，连姜变嘛拢总姜的名嘛拢甲你，拢甲玉帝请好啊，主动伊来找你的神来找你的，唔是人甲你暴露，叫你一定爱安怎的，那是神去恁搭，去甲你的梦境找你化境，互你看，这就正讲正确的。你有带天命之术，有领旗，有带领，你有带志，有带印，神主动的去找你。啊，那如果为别人的嘴讲出来，讲你无收袂使，恁家的囡仔安怎，恁翁会安怎，恁过来家庭会安怎，啊，灵魄体会安怎，用家你恐吓的，你开疆，迄、那个天命为对来，你唔知。哦，你的这个吼，啊，咱讲恐惧为对领，你唔知，你嘛唔知你是安怎。爱去开这个工，来路不明，你都唔知，因为上天无予你指示啊。你是因为迄个机甲你开嘴甲你讲，还是迄个工主甲你开嘴甲你讲，还是迄个老师甲你讲，叫你爱安怎做？安尼话啦，哦，拢无一个证实，连神都无予你明望到，连神都无化境予你看，连神都无来甲你挡到，你的头壳连开窍都无。安尼话，你讲你开工有啥物意义？为什么今天又讲到这个话题？我听电话听到我手会酸咧。我讲师姐不要再讲了啦，吼！我师姐卖去讲啊，吼！你的问题不是安尼当解决啊，不是我给你开的，吼，嘛不是我叫你开工的。这个问题你要叫我解决，我不可能给你解决，吼！我干来当给你暴露，给你讲，你去吼，你去找玉皇大天尊的所在，你去甲问。吼、哦，有玉帝的所在，你去甲问讲，我这个姜名是玉帝你赐的无？那是咳咳咳三下飞无跳飞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地主带天命之术啊，无你去甲问，拢姜博到的飞，就三下飞。吼、哦，你有带姜灵之术的，吼、哦，这先有姜子给你的，有玉子给你的，这先去飞博博好，飞博博好，那是真正，安尼你就改变，你该爱。学你就爱学，那唔是吼、哦？你讲你要安怎做，你就甲安怎做。因为吼、哦，神也是孤不二三宗啦吼、哦。神来世间嘛，足孤不离三宗的呢。为什么孤不离三宗？吼、哦，放菜伫遐，吼、哦、啊点点，啊你也无啥物工课要做，啊伊嘛唔知影要安怎甲你通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无通，伊就袂。神要甲你通，都根本无再来甲你通啊！所以讲吼、哦，有很多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神吼、哦，阿红，吼请去的吼、哦，大金庙有安尼，有开一间吼，足大间的吼、哦，啊，专门拢咧用囥遐啥，囥遐神人无爱猜的，啊，人无爱的，这种的这，遐神底下足无奈的呢，啊，因买个归本位啦，好、哦，所以人讲吼、哦，神唔是茶雕的，你甲开工都神，神一直。
伊是咧对这个有带天命、有带这事的，吼、哦，伊爱做工课，真正正灵、正正智、带正教的，这呢伊才有工课好做啦，啊，无伊就无工课好做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每生呢，逐工都会去听到这种电话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问我讲要安怎处理，吼、哦，这个我不可能，吼、哦，讲啊，我去甲你处理这种代志，为什么？看什么宫甲你派，什么？多一个老师给你派，你就叫多一个老师给你修圆圆满啦吼。因为咱袂当讲啊，即别人做诶代志啊，我来给你修尾，我给你修尾嘛，着爱吼。真正讲，阮性别有同意吼，叫我去给你创啥，也那无，我嘛唔敢乌白去做这吼，不是我该做的事啊吼。那此天必生讲该做诶代志，就是该办科办科，该处理处理，该做啥做啥，是阮圣庙所念的玉旨。领天办地做的工课，你甲做好就好，工课做好就好。所以有时吼，神呢真正是足够不离三章啊，互咱甲调金樽，了后佫甲开工，开工了后你佫唔学啦吼，无所在通去学一个功夫，啊嘛无真正去领到吼天命，无去领到玉旨的话啦。咱讲玉帝的玉旨就是你开口这些，哦啊，有的人念到五行旨啊，猜五行旨，啊你讲啊，梅上师这五行旨是啥物旨？来哦，道旨，吼、哦，道旨、佛旨、玉旨、意旨，吼、哦，啊还有哦，还有天地旨，吼、哦，大概吼、哦，道顶拢猜几啊行，猜几啊行旨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到底我们。你若讲啊，我着玉帝，互领玉旨的，都干那玉帝玉旨，你着工课做袂离啊！你唔免讲，唔免讲，你啊个什么佛旨、意旨、什么旨拢唔免啊？为什么？干那玉帝的工课，你着做袂离啊啦！玉帝的玉旨啊，就是包括开科，包括这些，包括所有的吼道科的工课，拢总会当做玉帝所立的玉帖、玉旨。你的工作范围就很多了，就很多，你就做不完了、哦啊、你如果说、啊、你都有要做导师的、哦啊、你本身都有、哦、道经团的、哦、我们有三清道祖嘛，因为道经书三宝，那你不用怎么念，本来就有啊，有道经书三宝坐在我们的宫地，道经书三宝坐在那里，有道教的教主坐在那里、哦、有三观大帝，有玉皇大天尊，我们的宫里面有财和宫格，有三观玉皇八个之谜、哦、还有、哦、我们的道祖，这样就有够了，这样就什么智能都有了、啊、五秒还五尊都坐会、哦、这样就都有够了、啊、你想呢，感觉要去念什么智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给人家误导了，是错误的误导。啊，你若个错误的误导，一个人无带无钱吼去开工，啊，你也着爱去爱顾迄间工咧，哈，爱去顾，啊，无顾门着较关咧，啊，拄好神啊伫遐度孤，啊，人嘛怎无所适从，到底是要安怎唔知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人吼、哦、用什么方式，你的生命功能会使去发挥，但是咱不一定都爱开工啦。啊，但是开工啊足济啦吼，吼、哦、啊到尾啊吼，开到尾啊，伊嘛是有足济问题造出来，不知道要用什么形式去甲这间工咯，吼、哦、改发扬光大。啊，所以讲有时阵呢吼，人是袂当脱离群众无唔对，但是咱伫这个自然界吼、哦、产生这个神甲人的互动，吼、哦。先要讲人神互动，咱有财神，就是神跟人的互动嘛。吼、哦，神有神要做的工作，人有人要做的工作，这叫做啥？就是在人生当中，我们要遇到神佛，我们要遇到儒家，吼、哦、啊，儒道释，也会我搞这神性。所以没像我讲啊，人哦，自己的念头，吼、哦，要自己去了解，你家己的念头意识到，讲我真正有迄个因缘无？我若意识到我真正有迄个因缘。好、哦、咱得讲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呢。好、哦、咱爱整体好、哦、去了解呢。先来讲整体去了解，开工你要整体去了解呢，群体意识以及整体经验呢好、哦、会影响一个团体呢。你若做唔到就叫做经验呢。就讲一间工主事的人来办代志拢唔到的话，
吼，拢背道而驰，伫边啊，甲你斗好路服务的，拢爱甲你担任呢，拢爱甲你强任呢，吼，这叫做吼群体意识以及整体共业呢，吼，深深会影响到每一个个体呢，吼，所以讲牵一发而动全身呢。可惜啦，我们人吼，在这个生存的环境内底有环环相扣，有足济事物因缘，吼，这个因缘在因缘链中呢，吼，去意识到说自己的念头正在左右着自己的命运，因为咱家的心观无够定，心若无定啦，吼，人咧讲啥，咱会恐慌、会紧张、会惊吓，吼，因为人甲咱讲好，咱若无做会安怎，啊，咱的囡仔会安怎，啊，拜咱的家庭会安怎，吼，所以就因为你无做，所以你才会安怎，这话你讲出去了后，就等于恐吓啦，吼，有事实甲无事实，上天无来甲你证明啦，你自己也拿不到窍，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，这就叫做啥，咱用咱唔对的话头去甲人左右伊家己的，吼，咱讲即所有众生的命运，可比讲，即个人来甲你问，伊就属于众生嘛，伊唔捌，所以来甲你问，你给他的吼、哦、是左右做他自己的命运，甚至整个宇宙空间的变化，你若叫伊去做这种吼。啊，咱讲心性的工课，做这所有佛菩萨的工课，伊呐真正无到迄个使命，无到迄个空巧，伊本身都无到迄个能力。你等于说，你用你的话去左右他的命运，而且呢，甚至于吼、哦、也会去改变他的生活空间。本来是一个独单纯的人，和你个母个无单纯，吼、哦，安尼你个看，安尼世间有偌济差，足奇怪的代志会很多啦齁，会很多。所以人之心灵具有强大的创造力，但是齁、哦、这个创造力你要导向好的还是导向不好的方向，齁、哦、你要创造力是心智的力量，如果没有正向的引导，齁、哦、如跟他两支刀同款啦，有很大强大的伤害作用，就咱这支嘴啦，咱这支嘴就跟他两面刀同款。吼、哦，就是咧讲，你是做技术的人，你是做技家也好，你是做主持也好，你是做讲主也好，你这个嘴讲出的话，就跟咱两面刀同款，会害人嘛，有可能会创造别人的心智，吼、哦，会导致误解，吼、哦，然后会因为你的引导而走入了错误的路，让他迷惘一辈子。啊，这你也敢担无？哎呦，吼、哦，你茫讲啊，我都有讲。啊，我讲的讲的啊，就是你去做，吼、哦，啊，迄条你敢讲，你也敢讲实在，敢讲对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唔是我无胆吼，有人讲吼，啊，要来问代志，问看我爱开讲无？迄梅香老师拢爱笑，我拢会笑，我讲若爱开讲，你倒厝好好啊困，神后去催你，你才开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袂意外厝来讲你爱开讲，我嘛袂讲你一定爱安怎。为什么？咱人自修敢袂使？一定要行一个格吗？啊，那要行格无要紧啦。好、哦，慈莲毕生功很需要人。好、哦，恁来遮到做工课就好。好、哦，真的，你要来做，足拢会使。你要做机，我买菜，好你做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要安怎，我拢会使，会使配合你。但是就不要去行这个格，这么大，这么大格，拢个落来安尼。啊，一世人在来咧，安尼嘛唔对，安尼嘛唔对。我觉得说哈。哦啊、不管你是开工做代志也好，你今日在做什么代志，一定要先摸到咱的道德良知啊！哦，咱家己徛在这间宫内底，你就知影讲，第一人，你爱为众生负责任的，就是你讲出来的话，你讲出来的话，绝对达古拢爱负责任啦。啊，你做出来的代志嘛，一定爱负责任。安尼呢，才是真正有胆识的人。吼、哦，啊，那讲要讲讲恐吓的话，吼、哦，我跟你讲啦，吼、哦，这种代志，地个乌噜噜，真正串关的关老师啊，吼、哦，唔知偌济人要落去地个吼，啊，得烧济啊，吼，安怎烧济？人工肉体也下晡的时阵咯，大家烧肚的时阵就得烧济啊。我都讲唔开讲，你就叫我一定爱开，啊，开的你看安怎？啊，一挂神无辜的拢个请落来，神唔是遐好请呢，唔是讲哦，啊，你个开讲落啊个。甲点点的，哎、啊，就要对遐坐哦，
嗯，伊都他个讲到，个咱人都无遐无遐乖啊，个神无遐乖，神伊是足聪慧的，伊一看到怎不对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无带天命之树，也无也无枝也无枝也无灵，哼、啊，啊，你叫我来遮坐哦，叫我来坐要创啥？坐要度孤的啊，对不？所以神哦，伊个人来到一半空中看看啊，这个磁场不对啊，伊就搁绕跑啊，伊搁回头了，伊也要来你遐坐的位啊，点做你去点哦。开工做你开工啊，开工不一定达做那有神呐、啊。正经啦，真正学噶有够遐，你行噶对，你就知影，这经拜着真神啊，真正神神有极吼。过、哦、来讲，也神为真显赫，嘛着爱啥？做为人爱有道德呢，吼、哦、神。伊嘛是爱扶这个啥扶正，要扶正啊，爱扶正，这个人爱有正有正气，伊才要得只坐呢，吼、哦、啊无伊家己多强硬呢。了了，咱就讲个神讲个啊，神派个啊，上讲神讲神派，吼、哦、神讲神派嘛，就爱你跋三个杯嘞，吼、哦、跋三个杯，有个人足奇怪爱跋杯，吼、哦、跋杯准算，吼、哦、但是有个人吼、哦、对跋杯无自信。啊，人讲的较听会落，啊，足侪人会安尼啦吼，所以吼、哦，最近呐、啊，我已经听了十几通电话，都是因为开工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开工安尼七坑八笑，开工唔知要安怎，啊，要收起来也唔对，啊，要阁继续，你阁无方法，唔知要安怎做，啊，这什么人敢派派，这什么人去负责任呢？吼、哦，谁敢派就谁去负责任，你若有在敢派，你就爱有在敢收尾。啊！你有在讲派，你都要有在讲，甲人吼，教、哦、教人有法度去做代志。因为那无莫讲啦，信口开河，然后做一些不当的事，让人家挂碍一辈子啊！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这一种来讲，罪无有人讲无罪好义，安尼唔好呢？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所以讲吼，没想讲这得失人，但是我嘛唔惊得失啦，才到七十二岁啊吼，安怎得失嘛不要紧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说吼，啊，做公主做主持，这个嘴爱较慢的，吼，唔能凊彩派派，凊彩派派的吼，另一天吼收煞无在收煞，收尾无在收尾吼，另一天都爱搁甲人烧钱，迄种工课唔好做了吼，但咱来安排这个母娘。要的盼头塞出来，听着温柔般不在，痛若玉器定输时，乾坤开多伤感，无留爱你。团万代，惜人厚德，福报自在，上分七彩，心无挂碍。母娘爱人，怜悯为怀，团聚会，游民消灾。盼头洗出来，听着温柔般不在，痛若玉器定输时，乾坤开。
爱传万代，圣人厚德，福报自在，上分七彩，心无挂碍。母娘爱人，怜悯为怀，传慈悲，佑民消灾。哎，这对母娘讲到这吼，昨天毕生讲的吼，咱的香品啊、香油款、素茶、贡瓦、小盘香、普莲灯、虫草王、三高宝，或者是讲吼牛樟芝，吼啊是樟芝王，用滴用滴剂用干的吼，还是讲健步灵，然后健步灵是对吼咱中。哦，中年人以上就开始爱保养啊。咱老人啊，肌肉一直萎缩哈，啊，咱的手一直细肌，啊，咱的脚吼，这个腿吧一直无去，啊，咱这老大人就容易跌倒啊。好、哦，这第一件啊，是讲咱的背楼梯的就容易跌倒。好、哦，这个叫肌肉萎缩症。好、哦，肌肉萎缩指的是咱这个吼、哦、筋骨弯未掉啊，因为无有筋没有肉，啊，那呢？就变成啥？就变成咱的脚软卡软卡，走路就无好。所以健步灵，你即马若唔食，三四十岁开始，你若唔保养，有咧磨动地动的人，你若无爱保养，我食老呢，真正肌肉萎缩。好，啊食愈老，吼、哦、啊就愈无脚，愈无力。哦，这你嘛唔保养的话啦，真的吼、哦，以后走路吼、哦、很要有人扶啦，吼、哦、很小心。过来对去月经啊，你嘛爱足注意，别再跌倒。或者跌倒吼，身躯弄掉吼，即马咱的骨切切吼，啊骨内底怕怕吼，即呢吼，健步灵呢爱加减啊帮食吼，加减啊保养，绝对有功能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啊，咱那是有咧食观视力，慈天观视力，咱对这个目睭会更明哦，无乌影乌影，吼啊看物件会较清楚，吼、哦、咱的慈天观视力。咱吼用这个上高级的吼叶黄素啦吼，所以讲啊，咱内底一罐九十粒，吼啊千二块，虽然是千二块，但是你食食你会感觉讲哇，即马目睭继续光，继续清诶，吼、哦、迄千二块你开落，你有感觉真正有甲投资，身体有较用，吼目睭有较金，你就加减啊甲投资啦吼。啊，咱啊如果讲吼有需要健步灵，还是讲吼啊，咱的这个目睭的叶黄素观视力。或者是讲，你食三高宝，三高宝最咱的五行的平均啦吼，啊，所以讲三高的平衡，无三高嘛使食，吼啊，有三高的更加爱食啦吼，啊，咱虫草王三高宝，伫遮呢，甲咱报告啦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啊，不管是梅香介绍的吼，叶黄素也好，印加果油也好，吼，拢是好物件吼，人讲有食有惊去，对身体唔食有。有通我讲吼，啊比较吼，咱较用啦吼，食老嘛较细讲吼，定定咧吼，得看医生啦吼。来，咱今日吼时间啦，已经来到尾声吼。啊，有时候啦，啊有把话说了，但是我不是说故意要得罪人还是怎样吼，我是要甲咱的道亲讲一下吼。咱人家己自修，自修啦吼，咱家己甲咱修啊好。把我们的生命是多好，把我们自己本身的是多好。如果是说大家都爱这样，那佛师他要怎么度众生、啊、去佛师出家是生生了了，不是很多人会去出家，但出家众要度众生，他也是叫你信三宝、哦、叫你念佛、啊、叫你创啥，他也不叫你去开宗，也不叫你讲去开寺、哦、叫你就要分析出来去开寺安怎，你若是一个在家人，伊无可能啦吼。但是咱一般吼，灵学有真济吼，啊需要调整的，就是讲当不掉的，叫人一定爱安怎吼，啊无就爱转台湾专线对打去回啦，无去回袂使吼，啊那无就是吼，爱去安怎去编造啦吼，啊是讲爱去找吼啊。封神拜将的所在啦吼，爱去安怎爱去封神，爱去创啥，啊叫你去做遐有诶无诶这啦，咱
道教哈，正纯正的道教在灵修上，应该是叫你哈学习当道，对咱家己的身体有保护，对咱的家庭哈有保护。身体呐，用家庭哈，对大家拢好啦。一个人老人身体呐不好，一个家庭就散喷喷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所以要正知正见，对咱来讲，安尼才是正确的路啦哈。来，恁今日节目就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